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各位早安。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分为两个，第一个是上个礼拜尚未讲完的诚实论、道地句、定论、实想。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了灭地句里面诚实论对四论提出了批判，四论就是一论、议论、不可说论以及无论。上礼拜我们把议论讲完了，所以这个礼拜要讲不可说。那讲到不可说的部分，因为这个不可说论是针对独子部这个与五蕴不依不异的实在的我所做的批评，所以呢，在我们正式介绍不可说论之前呢，我们要先就是说对于这个有我无我的论辩做一个介绍。所以今天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实想，一个是无我与有我的论辩。那上个礼拜有提到说这个修习实想的利益，第一个利益就是说，因为这个修习实想呢，对寿命不会产生确定的心理，知道这个寿命是不可预计的，所以呢不会浪费生命，可以把握时间好好休息，所以实想有这样的一个利益，能够善于利用时间不放逸。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说打发时间、杀时间，事实上我们时间真的有自己所预想的那么多吗？可以拿来浪费、可以拿来打发、可以拿来把时间杀死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的。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能够经常的去思维人命是在呼吸之间，这样子就能够善加运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把时间花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修习实想的第二个利益就是说，对于善法它是能够积极的修习，对于不善法呢它是能够断除。这里提到因为众生都忘掉死亡啦，所以去造作不善业，经常的意念死亡能够除断不善。第三个利益是能够对于这个亲属周遭的人的贪爱会变得淡薄。实想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啦。因为我母亲中风的缘故，她在医院和护理之家我说她流浪了半年嘛。那半年就是说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相聚的时候那种亲属之间的那个细琢会很强。那现在回来呢，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带我妈妈出去走一走啊，因为她等于在我说她被关监狱嘛，半年没有出去逛街，所以我有空一定带她到处去逛啊。捷运能够到的地方啊都尽量带他去。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会产生这种跟亲属在一起的这种幸福感，那我就会时常提醒我自己啦，说这样的幸福感呢，实际上你觉得是乐的东西，它背后隐藏的苦，因为这个乐呢，它的建立是非常的微脆的，非常的微脆，随时都有可能这样的这个眼前的幸福都通通的就崩坏掉了。所以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当我去想到死的时候呢，我知道就是说不管是我的死亡或者是我的家人的死亡，当他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亲属关系就终止。不晓得各位理不理解这个意思，就说因为当死亡的时候剩下的只是一个肉体，由这个肉体跟我们讲，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个血缘的关系，但是我们讲那个心是流，他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已经去轮转了。那他轮转成一个新的生命形式的时候，那个生命形式跟现在我们还在世的这些人，那个亲属关系已经改变了。所以我说，当对方或者是我自己断气的那一刹那，亲属关系就此终结。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说其实死是非常的孤寂，什么亲属什么什么，一点派上一点用都没有啦。所以呢，就说当我感觉到我对这种周遭的人或者是亲人有戏职的时候，我用死想来提醒我自己的死亡，或者是亲属的死亡。错误的念死是这样，当我们想到说诶，现在幸福的时候想到死啊，这个好害怕哦，这个美妙的事情有一天会崩落，然后心里就开始不安啊，恐慌，这是一种错误的念死啊。因为它迟早会发生嘛。所以上次师兄有问到说，那阿罗汉对于死是不是，因为我问了一个愚昧的问题，就是说对于一个被宣判M 被宣判死刑的人，他会不会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为他的人生义务到此就可以放下了。但是我想我是问了一个白痴的问题啦，因为曾经有病友跟我分享说，没有，他只想说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个疾病而已，怎么样跟这个疾病和平共处，所以并不会有一种人生就此义务就此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他有新的事情要面对嘛，就是疾病的事情。所以那是不是像阿罗汉死亡的时候会觉得很快乐呢，终于要死了。其实佛教里面是苦跟乐他都不会去取舍的，他是这种平等心，所以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都是一种平等心淡然的去视之嘛。所以死有一天会发生，但是我们对于死是淡然的，不用因此产生恐慌啊我要失去了，这些我要失去。其实我们要训练的是说，当我们意念死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把握时间，不要放逸。第二个就是说，对于死亡能够这种恐惧能够淡然，然后对于我们身边这种不管所有的这种所有的物品啊，所有的这种亲属的这种细致力呢，把它放松。所以意念思想它目的是在这里，并不是说让我们想到死亡啊，好害怕哦，我要管管抓，我要好好享受这个现在的这种亲属之间，或者是就是说亲属之间，或者是受用物品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以前我很恐惧我母亲的这个死亡啦，但是就是说她病了这段时间之后，就是说对于我会慢慢的去淡然的去看待他了，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无法避免的，然后我们会越用这种平常心去看待，不会像以前那样子说哦我好害怕，我很害怕。以前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将一整天的做一个回向嘛，做一个祈愿，然后我都回向祈愿说哎，希望这个无常快点，不是晚点来啊，我都说希望无常晚点来，但是这样的希望现在我想起来是蛮愚痴的啦，因为无常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吗？对对，刚才同学提到，既然是无常，就是没办法预测的，怎么有办法让它晚点来啊？所以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说他要帮我祷告啦。我就是问我要祷告什么内容，我说自从我妈妈中风之后，我的祷词没有了，因为我知道说它都会发生的啊，那我去祈愿去祷告干什么？这是我的一个心境啊，就是说，我不再去对于什么无常晚点来，我还没准备好。如果常常讲说菩萨，我还没准备好，无常晚点来，晚点来，我现在还不行承受。以前我的祷词都是这样啦，后来发生之后，我说啊，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就是平常心面对啦。那但是这个平常心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涵养它。你突然来了，很多人承受不了，所以现在我没有什么祷词。我站在佛像面前，有时候脑袋想不出什么话来。休息时想的第四个利益就是知道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啦，就是能够一心积极种种的善法。这里提到世间众生大多
乐于利益他人，自己舍弃对自己有益的事。这里讲到说利益他人，并不是指菩萨的那一种无私的，并不是指菩萨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种利益啦，通常是在讲这种父母啊对于他的这个儿女啊，就是亲眷之间的这种照料了。修习实想的第五个利益，能够速得解脱。为什么说能够速得解脱呢？因为对死感到厌离，因此愿求解脱。所以实想呢，它可以激发人的这种厌离心啊。我之前曾经讲过说，没有厌离心，我们的修行不会精进啊，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那借由修习实想，可以去增强我们的厌离心，厌离心增强，就可以快速的获得解脱啦。如果心里还想说，我这辈子有什么没有达成的愿望，我希望下辈子来达成。很多人他有这种想法，尤其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嘛，对未来是会有一种期许。那这个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就是没有厌离心啦，对死没有感到厌离，这样子是修行不会有什么进展。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要怎么样修习实想呢？就是说修习实想要怎么样去思维它。在佛教有的修行法门里面有所谓的十种想啊，十想。十想里面有第一个是无常想，第二个是苦想，第三个是无我想，第四个是实验想，第五个是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第六个是不净想，第七个是实想。那无常想跟实想有什么差别呢？无常想它是观这个，就是说总说一切无常啦，而实想它只观察身体的无常，五蕴相续的中断。身体的无常更甚于外在的其他事物，就像这个瓶子它没有监牢相一样，那我们观察身体的无常性是超过瓶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瓶子我们认为说它如果一摔就破了，好像比我们这个身体更不坚牢，可是如果我们上加防护的话，这瓶子也可以长久保存啊。比如说在故宫博物院里面，它的文物有的几百年，有的几千年嘛，可是这个身体木乃伊不算啊，就是说你就活着来讲，再怎么样活，再怎样活也不会超过100岁啦。由于没有监牢的缘故，我们这个身体是不监牢的，所以应当修习实想。所以第一个思想思维方式就是思维我们这个身体是非常微脆的，没有办法撑很久，以这样的方式来念死。第二个思维方式是去思维我们的身体有太多的违缘了，比如说像刀杖啊，刀杖就是刀杖锋刃，就是说遇到这个比如说刑罚，或者是遇到凶恶的人啊，或者是遇到怨贼啊，堕入这个坑堑里面啊，消化不良啊，风寒发烧啊，重点来说，不管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违缘啊。甚至有些人走在路上莫名其妙也会跌倒啊，这个同样的第二点是说，这个身体它是非常的微脆，有太多的违缘了，所以什么时候寿命会终止是不知道的，要好好的掌握时间，拿来做最有利益的事情。第三个，行者思维身体在每一刹那中变总是坏相，连一刹那都无法保固，由此修习实想。师兄，因为这个当下所谓一刹那变坏，我们讲的是，当然你从生理学来讲，是我们新陈代谢每秒都在改变，细胞每秒都在坏死，这个是讲我们的色法，讲我们的心色法在每一刹那，并不是指我们身体一刹那就死啊，
这里并不是讲说我们身体一刹那就死，所以没有所谓的当下。这是指我们的身体在每一刹那中都是不断的在变化，新陈代谢啊，细胞的这个坏死啊。所谓的当下呢，比如说你爬山的时候很疲累，还没到达山顶之前很疲累，那你一爬到山顶呢，你发现你瞬时之间你的思考停止，我们人生都有这样一个经验，你的瞬时之间思考都停止了，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上，在那个当下里面，我们就是说那个就是所谓的活在当下，思考停止了，然后你整个那时候到了山顶是整个放松的。但是因为我们思考如果太活跃的人，他很难去知道什么叫当下，因为他不断的在思考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嘛，所以他没有不太容易了解到什么是当下啦。洗碗的时候知不知道呢？很多人他是习惯性的动作，他在洗碗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都是在想事情，所以那个不叫做当下。那如果你洗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手在对这个跟这个碗的这个接触揉搓，当时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是安住在那个上面，那个叫当下，你不会跑到其他你现在不在做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叫做活在当下，那个不是专注。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我很难跟你去理解说专注跟开放的觉知的差别。我们一般讲这个活在当下也很少去讲说，因为我们讲的专注是 focus 在一个点上面，而比如说如果以洞中禅的这种强调觉知、强调正念，它是一个开放的，所以它能够觉察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他如果修专注，如果以安娜波那念来讲，他是专注在鼻端的禅相上面， focus 在一个鼻端上的一个圆形的一个禅相上，比如说啦，这个叫做他把注意力缩小集中在一个点，这个叫专注。而洞中禅的这个觉知它是扩大的，所以在这个室内，如果你专注在一点，声音你可能听不到，外在的动静你可能不知道，而你的这个所谓的觉知，开放的觉知，在这个教室里面所发生的任何的动静他心里都清楚，但是不受影响，不会跟着这个动静跑，这个叫做开放的觉知。所以我们讲说专注并不能带来解脱，这种说集中注意力的这种专注的方式并不能带来解脱。修习实想的第四个思维方式，就说见到不论年轻人或者是老人，有病或者是无病，都没有能抗拒死亡的，自己思维自身也将如此，由此来修习实想。一般人他是不愿去思维死的啦，就是说如果话题一导到那边，大概又马上停下来，不愿意去谈。可是我认为说这是一种我们对死亡抱持的鸵鸟心态啦。事实上我认为去谈论它是很健康的，就像我们内心有苦恼的事情、有恐惧的事情，借由跟别人分享我们得到一个纾解一样啊。所以其实是可以去跟这个朋友讨论死亡啦，包括说也就是说帮助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对于死亡，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后事有什么样，或者是就是说像急救啊、急救的问题啊、后事的处理啊，这些都可以来讨论，然后去思考。行者思维有不定报业，所谓不定报业是指受报时段不决定的业啦，并非一切业都能够让人得享百岁。由于业有受报时段不决定的，因此死亡什么时候来临也是不决定的，因此应该要念死。就说业有分定报跟不定报啦，所谓定报是指它的受报时段是决定的，要么现报，要么生报，要么后报。那不定报业的话，就是指这个它随时可能会发生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计什么时候会死亡。第六个思维，我们在无始的生死轮回中造作了不可计数的业，
有的业能够妨碍其他的业，我也可能造作了导致非死死亡果报的业，怎么能够相信这辈子的寿命有多长呢？曾经一个有神通的喇嘛，他跟我讲说我这辈子有几岁啦。那他跟我讲了之后呢，他又说其实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啦，就是说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修习长寿法，所以虽然目前看到是这样的寿命，但是他可以改变，如果不能改变那是宿命论咯。那同样的，像有的算命说诶，某某人你可以活到多长寿啊，100岁，难道就真的就说如果看他的这个八字啊，或者是星座命盘啊，这样推啊，诶，可以活那么长寿，但是一定吗？不一定啊。如果一定的话就是宿命论啊。像那个袁了凡一样嘛，他可以改变他的命运。所以怎么有办法去预计自己的寿命到底是可以活多长呢？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去影响他。第七个，行者思维死亡是有很大的威力的，无法借由软语诱骗、用财物贿赂、用逃跑、用斗讼的方式得以逃脱，就好像大石山崩塌从四方压来，没有可供逃避的地方。就是说死亡是不论我们用尽了任何的方法都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我们看这些古代的这些君王啦，他认为可以逃避死亡啦，实际上真的是很愚昧的，根本没有办法。那这里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能够让阎王欢喜，则得以逃脱死亡。陈时润回答说，这是一个愚痴的说法啦。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说，古代的帝王呢，希望能够寻求长生不死的药物，那现代人呢，他会希望运用这个高科技，能够让自己能够就是说永生或者是长寿，那这是一个愚痴的想法啦。回到阎王的问题上面，就是说阎王他并没有能力来决定生死啦，所以贿赂他没有什么用啦。阎王他的功能只是去考核检查众生的善恶业啦，如果所受的果报已尽啦，又得到损害身体性命的因缘，这样就会死亡。因此行者他应思维，我们这个身体是无所依靠，无法救护，驻留在死亡之路上，由此意念实想。诶，我们每个人都是通往死亡之路吗？难道会有人反对吗？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在死亡之路上，因为有生必有死嘛。第八个思维方式，行者时常思维这个身体被老病所侵扰，没有牢固性，只借念念生灭而又相续的心事来维系，借由这样的思维来修习实想。所以其实实想里面也包含了老想和病想啊。比如说像我现在40几岁，我明显感觉到我的体力的这个衰退嘛。那看我们周遭的例子，有些人40几岁就得了 cancer， 有些人50几岁得了 cancer， 那我们健康的时间还有多少呢？所以要好好把握现在健康的时间来修行。这个就是老想病想嘛。第九个，行者思维死亡是必定的，寿命则不必定，必定胜过不必定，由此修习思想。接下来这里提到说，不说老想病想，而说实想的理由。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佛教里面提到有10种想，包括了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等等，里面有实想，却没有老想和病想。为什么呢？像佛陀为什么会出家？各位应该知道他的出家因缘吗？因为他就是出城门去这个游观嘛，然后见到了4种人嘛，4次游观，老人、病人、死人、出家人，所以呢，他就是深受这个激发，然后出家。那老人、病人、死人，换句话说，这个老想、病想也是有它的一个价值，有它的作用。那为什么在十种想里面不说呢？那陈思润这里提到理由，他说老和病啊，不能夺走人全部的东西啦，
病它夺走强健，老夺走青春呐、啊。那除此之外，其他的东西都还是存在的啦，财务、身体都在。可是死它是夺走全部的东西呀、啊。死啊，这个财跟我们没关系的，亲友跟我们没关系的，这个身体就舍弃了。所以这个死呢，它的这个影响是全面的，死亡不留余地啦。老病它有留余地，死亡不留余地，所以借由修习不留余地的思想，能够让人不贪着吝啬于所拥有的东西啦。因为死一切都要通通放下。第二个，老病是死的因缘，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再讲了。像其实在思想里面也包含了对老和病的思维啦。再来，经中说死是大黑暗，没有光明，没有救护者，没有同伴，没有可以依靠的，是最恐怖的地方，因此应当意念死亡啦，因为死比老病更可怕啦。第四个，众生由于死而对后世生命感到害怕啦。其实很多人他不会怕老，不会怕病啦，但是讲到死啊，每个人人人都怕啦。第五个，三界中一切众生都有死，但不一定有老和病啦。所以棺材躺的是死人，不是老人和病人。接下来，对于实想依于众生相而修的说明，这里提问：如果不离众生而有死相的话，众生是假名，行者为什么要修习这种依于假名众生的实想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实想的修法，它是要意念我的死亡啦，意念我自己的死亡，它有一个我在。而像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它的对象是五蕴，五蕴始于实法，而我属于假名。那这个为什么要透过这种利用假名的方式的这种修法呢？陈时润回答说：尚未破坏众生相的人，才会不畏死亡。如果修习实想，反而不会升起不畏，因此应当修习。这里的意思是说啦，因为众生怕死啊，修实想才有它的效用啊。修实想有效用，就会有精进的修行，把握时间，不造恶业。那修实想如果有成果了，就会对死亡不感到害怕。无常想、苦想、无我想，这个接近于圣道啦。不净想、实验想、实想，这些叫做远道啦。换句话说，实想它是属于修行的前面阶段啊。因此他会依赖这个众生相来修啦，他还会有一个众生相，因为他是前面的阶段一定有众生相嘛，他是就是说在属于加行的部分，离这个圣道还有一段距离啊。那尚未得到的人，就是说还没有到见到位的人，借由实想可以制服内心的烦恼啦，他可以趋于进行定。所以实想的部分讲完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我们再回到灭谛里面。灭谛之前我们讲假名相品的时候提到假名和实法的区别。那陈时润在这个讲假实区别最后他提到了有四种论述：依论、议论、不可说论、无论。他说这四种论述是错误的。那什么是依论呢？议论的主张者是数论外道。议论它的内容是说呢，构成要素的总和就是合合物。构成要素它是实在的，合合物也是实在的。在佛教里面讲到合合物，认为这个是假名。所以呢，以佛教来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构成要素总和和合合物之间这样的一个实在的关系，这个是错误的。第二个议论，它的主张者是圣论外道。议论是说，构成要素的总和不等于合合物，合合物是离开构成要素之外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个构成要素是实在的，而这个合合物也是实在的。第三个是不可说论，这个针对佛教里面的独子部。独子部讲到这个构成要素的总和和合合物之间的关系，他说是不依不异。所以呢，
这个不依不依的关系，佛教是确实是如此主张，就是说佛教反对依论，反对异论，佛教是主张不依不依，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但是独子部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说这个和合物是实在的，这个是独子部的问题。佛教的正统思想呢，说这个和合物是假名，独子部却说这个和合物是实在。现在他只讲的这个和合物是什么呢？是指我五蕴是实在的，这个在绝大多数的小乘部派里面都是这样主张。那五蕴所和合而成的我，佛教的正统思想说这个我是假名，而独子部却说这个我是实在的，把我视为实在，所以独子部被批评为是附佛法外道。虽然是附佛法外道，可是呢，各位不要小看独子部的势力，因为他在西印度势力很大，在 古代西印度势力很大，是小圣这个主要的部派、重要的部派其中一个。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不可说论。那在介绍不可说论之前，因为陈实论的这个破不可说论的这个地方它是很简略的，所以我们又必须要回到发句里面有十个部派的主要争论议题，其中一项就是有我无我的论辩，所以我们要先回到这个十论里面的第十个论辩，有我无我之论辩。那把这个有我无我的论辩讲完了，再来看不可说论，这样才比较容易了解。这两品无我品跟有我无我品，这个是针对独子部而发。那首先呢，提到主张无我的理由，这里全部都是引用经典，以经典作为证明，因为他批判的对象是佛教内部嘛。那一个论证的方式就是引用圣言量啦，引用圣言量来说你的这个主张是错误的。所以这里引用了很多经文，第一项，经中佛陀对比丘说，仅是以名字，仅是一种假立的施舍，仅是以有作用的缘故，因此名为我。这是说所谓的我，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只是人们施舍安立出来的名称。这个我它只有作用，它没有实性。所以陈实论根据经文，他说由于我仅仅是名字，仅仅是假施舍，仅仅是只有作用的缘故，由此知道我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实有的。接下来第二则经文，如果人不见苦，那么此人便见我，如果如实见苦，便不再见我。那这里为什么说见苦就不见我呢？为什么这样子讲？对，因为见苦就见到了这个五蕴的生灭啦，见苦就是见到五蕴生灭无常啦。如果这样子的去观察五蕴生灭生灭，一直去观察下去，最后呢，这个身心现象会整个粉碎掉，整个灭尽。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自我的执着就整个灭除了。所以真正见苦的人，他不会见我。什么是苦呢？佛教怎么讲苦谛？苦谛就是五蕴啊。见苦就是见到五蕴的刹那生灭，最后见到五蕴灭尽。连五蕴都灭尽的，哪里有一个我在呢？所以陈实论根据经文说，如果我是实在的话，见苦的人也应该要见我啊。然而并没有见我，所以我它不是实在的。第三则经文，圣人仅以随顺世俗的缘故说言有我。这里是说佛教它所谓的有我只是随顺世人而已啦，实际上是无我。那经文呢，我找出来了，请翻后面第四页相关文献的第一则，杂含经第581经，地点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有一个天人，天子就是指天人啊，
龙色觉庙在后夜时段前来造访佛陀处所，稽首礼足，身上的光明遍照整个奇树几孤独园。这时这个天人就说了一首偈来问佛，如果罗汉比丘自己所作已作，一切诸漏尽除，此此最后生，就是他这个被这个身体死亡之后就不会再轮回了。那这个罗汉说有我，就说这个罗汉他会说有我以及我所有吗？就说诸漏尽除的这个阿罗汉，他会不会说有我以及有我所有？佛陀就回答说，如果罗汉比丘自己所作已作，一切诸漏尽除，此此最后生，他说就算他说有我有我所，这样也没有过咎。所以阿罗汉如果说我所，这个是没有过失的。那天人又问说，如果罗汉比丘所作已作，一切漏已尽，此此最后生，他的心依于我慢而说有我以及我所，阿罗汉会这样子说吗？佛陀就说，这个阿罗汉他离于我慢，他不会再有我慢心，他已经超越了我和我所。我说这个样子叫做漏尽，对于就说阿罗汉对于这个我和我所内心已经永远不会执着。阿罗汉呢，他善解世俗名字，他以平等假名的方式来说我和我所。所以阿罗汉当他讲到我或者是我的时候，他并不是把这个我或我的视为是实在的，他知道这个是假名，他只是随顺世俗如此说而已。那就说同样的这个经典，不同的翻译，别译《杂阿含经》第166经，他是这样翻译的啦。他说，比丘证得阿罗汉，尽除种种的有漏法，像这样子灭除烦恼而住于最后生，他的内心终究不会执着于我以及非我，他随顺世俗的缘故，他也说我或者是说非我这样子。这个非我应该是指是我所啦。就说阿罗汉他内心中不着我以及这个又翻为异我啦，是我异我，异我就是指我所啦。他内心不会执着于这个我和我所，非我就是指我所啦，随顺世俗的缘故，亦说我和我所。阿含经里面他会说，五蕴是我，异我相在，这个异我就是指我所的意思啊。那这个天人他就说，我在极久远以前曾经见过婆罗门获得波涅盘，这个婆罗门一切的部位都已经度过，永远这个超过世间的恩爱。那这个偈的意思是说，这个世尊是很难出现的啦，他在很久以前才见到一个。天人的寿命很长嘛，非常长，现在好不容易又遇到了一个。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阿罗汉他也会说我和我的，但是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和凡夫这样子讲是不一样的。凡夫当讲我和我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实在的自我感，而阿罗汉他已经破除了实在自我感，他之所以说我和我的，只是一个沟通的必要啦，随顺世俗如此说而已。所以这里陈实论在表示说，如果经中讲到有我的部分，那都是随顺世俗而说，实则是无我。再来第四项，经中佛陀说我即是动老之处，陈实论就根据经文，如果我实有的话，就不叫做动老之处了，眼是实有的缘故，就不称为，就不被佛陀说为动老之处。像
各位去观察一下自己，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内心在纠结、在烦恼的时候，内心不断的在这个一大堆牢骚的时候，去注意那个牢骚的内容，它都有一个我在。各位可以去观察、去注意一下，就是说，内心有这个牢骚啊，都是因为有一个自我在，他怎么这样子对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后来发现这个自我，它还是一个苦恼啦、啊。自我的这种觉受，其实是一个苦恼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因为有一个自我，才会觉得被人家伤害，别人对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去看我们内心的这个烦恼的内容，都是起源于一个我字。这是我自己对我的那个内心嘀嘀咕咕的一个关卡，都是在我上面打转。比如说，我在医院，去缴费用的时候。诶，那个柜台人员还可以讲电话，边讲电话慢慢帮我按，我就不舒服啦。就有一个自我在，诶，你怎么对我这样子服务啊？有一个我嘛，你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这样对待我？所以像有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对我们说话不客气，就诶，我觉得不受尊重，又是这样一个烦恼啊。再来第五项，经中随处都否定主张我。他举了，又举了好几项经文。第一个是比丘尼对魔王波旬讲：“你所谓的众生呐、啊，这个众生就是邪见呐、啊。其实众生只是有为法的聚集而已啊，根本是空无众生。”那这个经文其实我们读过了，但是我还是把它再引用出来，请翻开讲义第5页，我们在灭谛里面的第一品。利假名品就已经介绍过了。那因为这个经文其实还蛮重要的，在俱舍论破执我品里面，它也引用。所以我想说，我们反复的读这个经文，加深各位的印象。主角是湿罗比丘尼跟魔王波旬啊。那这个魔王波旬，他看到人家在禅修的时候，都喜欢来找麻烦、来捣蛋啊，所以他就化作少年的样子，跑到比丘尼面前呢、啊，问他说："众生是怎么样出生的啊？谁是众生的作者啊？众生从何处升起啊？众生灭了之后又去哪里啊？"就是说他在问说，是不是有一个造作者？那这个众生也是长恒的，所以呢，他有一个去处。那比丘尼就这样回答说："你说有众生呐、啊？"这个是恶魔见呐、啊，只有空因具，没有你所说的这个实在的众生，就好像把许多材料合合起来，世人把它称为车子。同样的，五蕴呢，因缘会合而假名为众生，生呢只是苦的升起，住也是苦的住啦。除了苦的升起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啊，苦生苦灭。我已经舍一切的爱苦，离一切的明暗，我已证于极灭，安住于种种的这个漏尽。我知道你是恶魔啦，你就消灭离去吧。所以这个，唯有空因具，无是众生者啦。如合合众财，视之名为车。这个在其他的这个论述里面会引用到。再来，我们回到第2页，同样是引用经典啊，诸行合合相续的缘故而有，有是指有这个身体啦。这个身体就是像幻化一样的，它能够欺骗，能够迷惑凡夫。这个身体像是怨贼啊，如剑刺入心一样，而且它是无有坚实的。第3则经文，经中说："无我、无我所、无众生、无人，仅仅是五蕴的生灭败坏相而已啊。有业有果报啦，但是这个造作，这个作者是不可得，实在的作者不可得。由于众缘和合的缘故，有诸法相续，假我。"有因果轮回，轮回的主体是什么？佛教说假我，在婆罗门外道呢，他说是实我，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用譬喻来记住嘛。婆罗门
教在解释轮回的时候，他说就像是比如说黄金啊，现在是这个鼻环啊，那我可以把它烧掉变成耳环啊，形式虽然改变，这比喻我们换肉体，形式虽然改变了，本质是一样，灵魂就像黄金一样，它形式会改变，可是它本质不变，这个叫灵魂，用这个黄金来比喻灵魂本质不变。又好像说换衣服一样啊，衣服我们的身体就像衣服破损了就把它丢掉再换一个，可是穿衣服的是同一个啊，这个是婆罗门教的说法啦。但佛教他怎么解释，他也承认有业报轮回啊，但是他怎么解释轮回主体，他说这个叫灯焰欲，灯光灯火欲，灯焰蜡烛烛火，就是说用譬喻来理解啦。外道讲这个轮回主体是黄金本质不变，佛教讲的是这个灯焰，这个烛火它从一个要烧尽的蜡烛上面要点这个烛火到另外一根蜡烛上传这个心火啊，那前一根蜡烛的这个火焰跟下一根蜡烛的火焰是同一个吗？还是不同一个？不同一个，那你这个就是断见，同一个是常见。那我们说佛教的思维方式一定要记得是不常不断不依不异，所以你要说是不依不异，因为这个灯火是刹那灭的，但它刹那灭又有一个相续的关系。所以这里讲虽然是有业报轮回，但是呢这个轮回者并不是一个长恒不变的，它是不断在变动的，就像灯焰一样。既然是假我，怎么有一个本质的我呢？这个就说不是黄金，它是像，你要记得它就像瀑流一样，它是刹那刹那在改变在变动的。轮回有主体，但是这个主体不被视为实在，它只是像瀑流像灯焰一样的刹那刹那在改变的。那佛教一直强调说我们不要把这个身体这个心理的现象当成是我和我所有，因为如果你当成是我说这个是我的感受，这个是我的想法，你去认同它，你就会陷在里面而受苦。如果你对于你的受想行识色都能够保持距离去观察，知道这个不去认同它，知道这个不是我，不是我所有，你可以从中获得解脱。你认为小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是同一个吗？你认为是同一个吗？因为他不断，因为你不断在此生中就不断的改变，更何况上辈子呢？并没有一个我的实体，只有五蕴而已。只有所谓五蕴，就是这些身心要素。我们整个人的存在就是身心要素的堆叠在一起而已。身心要素互相协作，